有，我有买到了，限量那个金色的巧克力嘛。对，我有买到。哦，没有，没办法啦，那现在都很贵啦，一颗20000多啊。哎，好 ，OK， 再说啊。珍贵巧克力。那怎么一个妹妹躺在这边？妹妹，你先起来。哎，你怎么会躺在这边？因为我肚子太饿，就昏倒在这里了。肚子好饿哦。肚子饿。不然，这个巧克力给你吃好了啦。妈妈说我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。啊，你都快死还不快吃？哎，没关系，吃下去。妹妹，你吃下去有没有比较好？有。那你有办法走路吗？嗯。还是你记得你们家在哪里吗？我带你回去好不好？我记得好像有很多树，然后旁边有很多田，都没有人，只有我们家。这样子。啊，不然还是我们边走，然后你边讲。好，带回去，哎，小心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么可怜，一个人躺在路边啊？可以吗？慢慢走，往哪边？这边吗？好。叔叔，你有喝的吗？我好渴哦。啊，有，这边刚好有水。我知道这里好像在前面就快到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那我们赶快走，小心。叔叔，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家。啊，这是你们家？确定是这里？有人吗？可能。哎，宝贝，你去哪里？我好想你啊！妈咪，你是这个叔叔带我回来的。对啊，因为妮妮好像倒在路边这样子啊，我就给她吃一个东西，她就恢复了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要不要进来坐一下？啊，不用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还有事情。没关系啊，天色也晚了，你进来喝杯水嘛。好吧，那就好了，那喝杯水。好，进来，谢谢。哇，妹妹啊，你们家太高级了吧？没有啦，像那地方啊，随便坐。晨晨。客人来了，出来打个招呼。哎，叔叔好。这是你家里的吗？啊，对。好的。那个小姐，我口渴。哦，那边柜子有，你去那边拿。那自己拿吗？自己拿。好。啊，顺便帮我拿一罐哦。啊。我也要。我也要一罐。啊，好。柜子在这里。水还要自己拿。奇怪。好，水拿来。来。谢谢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厕所在哪里？那边。好。啊，那马桶顺便洗一洗啊。好。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哎，小姐，我马桶刷好了。啊，那边地板顺便刷一下。6小时啊啊啊啊！那边来。哎，妹妹，看一下，看可不可以？嗯。哎，叔叔，你蛮会拍的。啊，不客气，好，给你啊。谢谢。哎，小姐，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做好了。哦，我小女儿睡着了，顺便把她抱去房间。对，顺便。好，OK。小。吓死你了！小。OK。小姐，那个小女儿抱进去了。哦，好。最近肩膀有点酸，帮我抓一下。这边。OK。蛮不舒服的。这力道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很会呢。
你到底在这边干嘛？莫名其妙。